漂亮。没事的，你不洗怎么行呢？要把那个脏东西洗掉才行的，这上面把它洗一下，贴个创可贴就行了。把自己摔了一下。摩托车美女秀。你在看照片吗？照镜子吗？你会不会骑摩托车啊？好久没骑了，不行，要练习一下。我妈妈说这个炒菜啊，不要加油之后就直接放生姜大蒜那样子炸。你这样煮啊，我妈妈又得说了。这么简单。哎呦，哦，姐姐有点像人呐，是不是？妈妈。他看到爸爸就笑。嗯。假如说子睿剪完头发没那么帅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帅的。好，马上可以开吃了。主要是这个崽子呢，饭搞好了它跑出去了，找了半天，找了半天跑到别人家去玩。这个呢前天就知道是土豆。嗯，土豆。你一时给它弄了个土豆。只能吃土豆啊，这干豆吃腻了。我发现找子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喊小丸子，小丸子呢是他的四大的小干班。马上吃完了，加油！看着你吃的香，就爸爸就高兴。子涵呢，就是比较挑食，但是他食量还是挺好的。现在我们也逼着他吃一些他不爱吃的东西。对子涵呢，就千万不能采取人权手段，必须采取的是强制措施。你跟他谈人权是没用的，跟他谈人权，他就是不吃。不玩了，晚上不玩了。你回去，不出去，晚上还出去。反正他也在这边玩嘛。不准出去玩。反正就在那里嘛，反正我们就在这里。我能上去了啊，听到没有？上去那里黑黑的，对吧？就在这个灯这里。刚刚吃完饭。咱们今天的鱿鱼做的挺不错的，那个味道很好。日宝，哎呀，今天小宝穿的这个衣服还是很不错的。今天这个视频是第三次夸了吧？我再说你今天也是。对，我觉得就是穿这个衣服就显得，就是落落大方、大胆自信，是吧？就是露肩装显得自信，对不对？咋的啊？别看了吧。给他洗洗澡吧，你把那个澡给他过来。他眼睛眨不眨不，直接睡觉了。电视暂停，空调关闭。来，醒来了，焯水了。不能睡着洗吧？先洗个头，他就肯定洗。那你给他洗吧。关键是这个地方，哎，出锅了，看一下这个色香味俱全哈，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里，这个真没事的吧？一点点红的，快点，没电。